Hello, Snowman. Hello. 握手，跟你握手。好了，我们要上去了，拜拜，好好待着吧。滑雪场呢，可以带给大家真正的高山滑雪的体验哦。这里呢有不同的地形啊，还有设施，可以适合呢不同水平的滑雪爱好者。他们无论是单板啊、双板啊，在这里呢都可以找到自己喜爱的体验。那好像我这种零滑雪经验的人，我这种新手呢，在这里就有另外一种玩雪的方法。先把装备装好。所以他们还很贴心的提供了帽子，可是因为。太适合我的风格，所以我就用他们准备的这个护耳朵的就好了。我现在要穿裤子，镜头回避一下，谢谢。我的这个 snowshoe 已经穿好了，大家看到这个叫雪地鞋，它非常的神奇哦，底下你看到应该看到很多的刺，它可以卡得很紧。然后呢，穿这个鞋子穿上之后，往前走就跟正常走路一样，唯一就是不要往后，他们说往后很容易摔跤。你看小朋友都走得很好。进行我们今天的 snowpray 的真正的行程，去玩雪，走。第一次来滑雪场，好兴奋，好漂亮。白茫茫的一片，好了好了，出发了。他们还提供了很多这些用来做雪球的一些工具。我刚刚在用这个的时候不会用，摄影师还教我，还嫌我笨。摄影师现在一脸无知的还拍着我。我只能说你太天真了，好吗？卡住了，卡住了，一定是这个设计的问题，不是我体重的问题，好吗？我们打雪仗吧，好吗？两岁半，自己爬上来的，超厉害。我们这个 snowplay 的项目呢，是专门针对好像我这种不会滑雪，还有那种没有小朋友设计的，可以放松的在这里玩，不会有任何危险啊。我要做一件不是很好的事情，就是拿雪球袭击小朋友。不动了，对。没有反应。发生了什么？玩累了，我们来一个雪山下午茶，干杯。现在大概是离我26米的一个地方有宝物，哎，这个方向来。是不是朋友？是不是朋友？最好是个宝物哦，不要给我拿到了什么。导游的什么个人签名照之类的，我要休息。不对，越来越远了。最好是个宝物啊，我给你。
有一支笔，这是什么鬼？骗我吗？啊，这是一个证书。啊 ，Snow Skills Certificate， 这是我掌握了在雪地搜索技能。来，我旁边要冰冰的效果好吗？还是觉得被骗了，骗我！既然皇后镇被誉为世界冒险之都，那4500米的高空跳伞必须走一个。景点活动预定，快使用新西兰加点堂专属折扣优惠代码。新西兰加点堂，我们下期见。